再来换这一个，有没有这一个斜面？你看这里，这里是有个斜线，所以我们就很快速的，二乘二啊，哈。这边不见了。好，再来啊，你可以看这里有高起来的，这边是高起来，斜到这边，所以这个图基本上就没有哦，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，这里有一块，这里后面还有一块所以你注意看，这里还有一条虚线没有用到，所以这样子看过去，这里应该有一个平台，我本来以为是穿透的穿透这里就会有虚线了，没有所以它是像这样子。